明节马上要到了嘛，嗯，就是他的那个第二个儿子，他们要那个就是祭一下嘛。他们一般我们这里的那个传统都是烧荤菜去祭的，然后烧血婆。就是我跟他们说荤菜不能烧，对吧？他们如果要祭的话，就是烧素菜可以吗？烧，实际上你要是给他们说最好的方法，烧菜没用了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那个要供水果。供水果。嗯。哦，就是家里就是摆一下就供水果。对，烧菜你说烧菜的话，一般的都是在下面的人才吃的。哦、嗯，那他第二个儿子估计还是在下边吧，因为不要讲的，这种东西没有念过小房子怎么会上来啊？啊，对，他虽然就是经常到庙里去，阿姨花了很多钱，5000块5000块到庙里去超度，但是他做梦还是做到啊，嗯、什么的、嗯？不知道。啊，那这种我就不讲了。不讲了。好好修，叫他念小房子吧。嗯，哦，那还有就是如果就是家里人就是烧了荤菜去，那就是一般要磕头啊什么的，这个荤菜素菜啊，在家里人再吃进去可以吗？不好的啊。你说好不好？给死人吃过的东西你会吃吗？你比方说死人用过的衣服你会用吗？所以过去人都不懂的，不能做的。嗯嗯，要倒霉的。嗯，听得懂吗？哦、好, 好了好了，不能再问了。哦、又要自私了。啊，不自私，不自私、嗯，我就是反馈一下、嗯、好吧，台长已经跟你说了这几个问题，你就要记住，要救人，要真心救，要劝他念经。